上回提要呢，由于我哋自己都要买楼，所以我哋都会继续去揾楼，顺便拍埋俾大家睇下嘅。今日带大家睇嘅系三房独立屋连埋车房，发展商系 Countryside， 实用面积系分别993尺同埋991尺，未连车房。我都唔讲太多啦，大家慢慢睇。第二间嘅上面积系1073尺，三房独立屋。我都唔讲太多啦，大家慢慢睇。
咁楼盘嘅资讯咧，我哋会放喺资讯栏嗰度，大家可以慢慢参考一下。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，下集见。